来听人唱歌，这个歌唱的天后阿妹李秀吉，咱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三天，请来嘻哈男神瘦子。虽然伊本人无出现，伊也过演唱会中大银幕播出伊进前录好的影片，两个人隔空对唱，成为演唱会焦点。天后阿妹经典歌曲，予歌迷听甲真有够开。演唱会第三天，阁找男神做伙来唱。你知道我的作风 ，I don't play game, girl。那些抱怨只有在你自己身上才说得通。就算人无献心，不过也是真用心来录影片，两个人对唱看得出好交情。不过阿妹歌曲实在是伤济啊！即摆阁一摆来小巨蛋开演唱会，后摆爱开伫倒，要将马龙替伊想好啊！欸，我很喜欢你们跟我说话的方式，可能是因为你们戴口罩，你超凶的，大巨蛋啦！我袂爱阿妹后一摆伫大巨蛋，这摆嘛邀请蓝莓酱做伙上台来合唱。会当和介意的歌手作为唱歌，到底是偌呢幸福的体验？阿妹经纪人陈定川嘛讲，双方前一天下晡排练两三摆，蓝莓酱阁真避暑，唔敢看阿妹，讲心脏病得要夹起啊！头一摆请莓酱来做素人的嘉宾，嘛让阿妹真疼莓酱的事件，阁增加一件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Thank you.